进入到2021年下半年，科技圈可谓是一度活跃，除了公布全新的产品以外，不少新工艺新技术也是轮番上阵。而作为行业三巨头之一的 AMD 当然也并未闲着，与近日所公布的 3D V-Cache 堆栈技术细节可谓是直接预告了未来处理器的主要设计形态，并且还有望解决 CPU 积热现象。那么它的详细情况下面就跟着超级课来看看吧。在经历过十一代酷睿所带来的颓势之后，英特尔方面可谓是卯足了干劲。而从架构日上所公布的 X86 内核来看，其独具创新的能效和与性能和设计，确实是为十二代酷睿 Alder Lake 带来了不小的性能提升。但不仅如此，在全面面向独立显卡领域时，英特尔也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例如全新的 X1 内核支持 DXR 和 VRT 的新型光线追踪单元，甚至是比肩 DLSS 与 FSR 的 XESS 超级采样技术。除此之外，其还预告了面向数据中心的下一代至强处理器 Sapphire Rapids， 以及有1000亿晶体管的高性能计算卡 Potter VQ。而这些无一不在说明着英特尔想把曾经失去的 Yes 给拿回来。所以，为了应对英特尔来势汹汹的局面，隔壁的 AMD 当然也丝毫不敢松懈。具体来看，在2021号的 Chips 33上 ，AMD 公布了自家 3D 封装 3D V-Cache 的技术细节，其实由台积电的 SOIC 技术扩展而来，但却还使用了 3D V2 和硅通孔互联的方案，配合全新的清水键合与 Direct CUCU 键合技术，最终使得混合键合的间距缩短至了9微米。而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让处理器拥有了更低的功耗和更强的信息交换质量。根据 AMD 目前所预告的性能来看， 3D Chiplet 技术将能提供3倍的互联能效以及15倍的互联密度，并有望改善时常困扰用户的 CPU 极热现象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据 AMD 高级研究人 Raja 表示，封装选择和芯片架构完全取决于具体产品的性能、功耗、面积和成本。而要想使用到这种堆叠技术， CPU 至少需要拥有12个核心。也就是说，在目前的 Zen 3架构中，能升级 3D 堆叠技术的 Zen 3加架构仅有 R95900X 和 R95950X 两个型号，至于余下的 R75800X 和 R55600X 目前则不太清楚。但在实际的性能方面， AMD 也做出了预告，采用 3D Chiplet 技术的 5900X 其 L3 缓存增加至了192兆，同时游戏性能也提升了 15%。然而，以上这些并不是 AMD 3D 堆叠技术的全部。随着硅通孔的增加，未来 AMD 还表示将会专注于更复杂的 3D 堆叠技术，比如核心堆叠核心、IP 堆叠 IP， 甚至是红堆叠红。而这些才是未来处理器的最终形态，并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处理器的认知。当然，目前所有的一切都还仅限于 PPT 展示阶段，还望大家理性的看待。但根据 AMD 所公布的更新计划来看，基于 3D 堆叠技术的 Zen 3加架构处理器将会于今年年底公布。而它究竟能不能打赢12代酷睿 Alder Lake 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以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。我是 K 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